员警骑车拦停违规骑士，但对方完全不理会，直接就在机车上开始讲电话。你先带回去，不要碰我。旁边，你干嘛？我说我要干嘛了？现在直接带回去。最旁边，叫车来。谈权自己酒后上路，骑士连站都站不稳，却不配合警方，还大声抢杀。不要再碰我了。我为什么不能碰你？你为什么要碰我？我怕你跑啊！跑你的你家的啊！原警好言相劝，嚣张骑士却出言不逊，当场被警方一个过肩摔压制在地。你刚上？没有没有，我刚在。酒驾上路还辱骂警察，就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区。15号凌晨3点半，当时黄姓男子刚喝完酒，载着女友准备回家，但是两人都没有戴安全帽，甚至红灯右转，当场被警方逮到。没想到嫌犯不但不配合，还借着酒意随意谩骂。一旁的女友也加入战局，上前拉扯，警方呼叫快打警力，最后两人双双被逮捕，带回警局接受调查。他被妨碍公务，这个妨碍公务，这个也妨碍公务。压制过程中，黄男之女性友人陈女于一旁见状，上前拉扯执行公务之员警，员警遂一并将其压制逮捕。巡逻员警深夜执法，加强取缔，却被酒驾骑士大声辱骂，实在好衰。接下来，公平让网友白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静好新闻。